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我是胡乃文，我是李小坤。在中医学中有说“百病皆生于痰”的这种说法，那么痰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影响？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为大家谈一谈有关痰的一些问题。胡医师，这个痰呢、啊，好像很容易在身体里面产生啊、哦，那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痰其实是我们身体。 每个细胞里头都有的东西，哦，真的是遍布全身、哦呃。我们假如只是讲痰的话，也许你根本不能理解。嗯、是，我想痰就在喉咙吧。我要讲它是细胞里都有的东西呢，嗯、那么你就，你就一定要理解到底痰是什么。嗯、痰呢、啊，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细胞里头的一种油脂类的东西，脂肪。细胞，哎，对，细胞是由油脂类，嗯。 蛋白质等等所组成的，而那个油脂类呢，叫做 cholesterol，就是胆固醇，嗯,嗯，之类的东西，或者叫做 p h o t o l i p i 叫做磷脂类的东西。而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在细胞的周围都是的。所以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讲啊，无痰不作病，但是呢，痰。 不能尽除，尽除则病。也就是说，嗯、痰在我们身体里头啊，多了的时候就会生病，叫做无痰不作病，就是所有的病几乎都是痰来影响的。哇！可是呢，痰却是我们身体每个细胞都必须有的东西，所以他说痰不可以尽除，就是把它全部去掉了的话，嗯、那尽除则病，就是全部拿掉了又有病了，就这个道理。嗯，哎，所以。 所以,所以它对我们好像身体是很重要的。对，痰在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不是只有讲我们的气管里头啦、支气管里头那个东西叫痰。嗯，好，就讲气管、支气管里头的这个痰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就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里头的黏膜啊所分泌出来的一种液体。嗯，它为什么会分泌这个液体呢？是因为从外头进来的冷空气呀、啊，或者是污染的。 这种物质啊，或者是细菌、霉菌，或者是病毒，什么东西都长驱直入的从鼻子，然后经过喉头，然后经过气管到支气管到小支气管等等等等进去。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害物质，有害物质呢，我们身体就对它产生一种反应，所以在气管、支气管、小支气管这个地方的黏膜呢，就开始分泌一种黏液，这个黏液呢就去把。 就去把那些物质给包起来，然后呢变成痰给吐掉，其实它是好事儿啊、哦，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那些病毒。所以痰你可以说是身体里头的一些个物质，而非只是身只是这个气管里头的这种痰是一种黏液物质之类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刚才讲的像是脂肪类的这种物质。嗯，嗯为什么讲是脂肪之类的呢？因为。 以前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肥人有痰，瘦人有火。”就是说，胖的人呢，他身体都是痰。那这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就是胖的人他身上都是脂肪，脂肪呢就是痰。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减肥的一些个处方啊，几乎都可以去找到有二陈汤的踪影。 二陈汤是什么呢？嗯、二陈汤就是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这几个。那这个二陈汤呢，它就是祛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处方。所以有人说，治痰的主方就是二陈汤。 哦，所以呢，您这么说，以后减肥的话，就是把那些油脂减了，就是去痰就好了。哎，就去痰，那个肥就减掉了。嗯，那反过来说，<那>如果瘦子，您刚才说瘦子多热嘛，呃、那就清瘦子多火，多火啊，哎、对对那就泻火就好了，是不是？呃瘦子的话呢，你把火去掉了，嗯，但是也是一样，火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必须的东西，所以呢，你可以去火，可以清火，但是呢，也是不可以进除。 一样的意思、哦，也,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磨取一个平衡、嗯，在那个平衡的状态之下，你就没有病。嗯，多了就有病，少了也有病，就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这个痰呢，多了也不好，嗯、可是完全进除了也不好，也不可以。对，嗯、好。那么这个痰呢，除了痰以外，还有一个词儿叫做饮。 嗯，痰跟饮在我们身上都是重要的，但是呢，它们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啊，都是在气管、支气管，或者是甚至于胃酸，都叫做痰啊，这些地方的一种液体系统，嗯、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精液系统体液体的系统，就这个意思。是，可是那痰跟饮有不同吗？啊、对，痰跟饮不一样的地方是，痰比较浓稠，哦，而饮呢比较清晰。哦 嗯，所以呢，痰一般人认为是比较火、比较热，而这个饮呢就比较来得寒、来得虚，就这个意思。哦，所以说要对症治疗的话，是看它是痰还是饮。哎、是是对，假如说你知道这是饮的话，饮就是比较稀的喽，稀、嗯、的也是在气管、支气管等等这些地方都有的，它又分成好几种饮。 例如什么什么知影啦、啊、意影啦、啊、什么浮影啦、啊、等等，好多种影。那么这些影呢，它都有它的一定的在身上的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概念在那里。例如有一种影叫做浮影的，浮影就是在膈之上的这种的，叫做流于隔间的这种影，叫做浮影。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叫做意影，意影就是那个影呢、啊，它。 就是那些水啊，流到了手啊，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叫做溢饮。那这样子手会肿吗？手就会肿，泡起来。哦、嗯啊，还有呢，像是有一种饮叫做悬饮，悬饮、嗯、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胸胁这个部分的。嗯、那大概说起来就是跟肝跟胆有关系的那种水、<是>那种饮，那就在这个位置出现的。嗯、啊，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它就有不同的一种状况。 嗯，还有一种叫做支饮，支饮呢就是在气管呐、啊、在肺呀、啊、这个地方的一种，也就是像我们胸腔积水呀、啊、之类的情况。那么它就是所谓的支饮。于是呢，这些瘾因为它留在不同的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症状。是我举其中一个例子，例如支引支引因为是留在肺、气管、支气管、小支气管以及肺泡这些地方的，那么这种呢，它就会有一种喘的现象。 就喘不过气来了，嗯，因为堵塞，哎，堵塞在那个地方，嗯、像是前几年有一次流行一个很严重的病，叫做 SARS 病，是 SARS 病呢，大概就是在肺泡里头积了一大堆的水，嗯，那么那一种呢就可以称之为支饮，除了那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它肺泡里头可能就是肿起来了，那可能就是除了支饮以外，还有就是有痰。 的这种这种堆积的现象，也就是痰跟饮，它都堆积在那边。嗯嗯，嗯那中医要怎么样去除这些过多的饮跟痰呢、呃？很简单，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用所谓的治痰主方的二陈为基础，嗯、就可以把这个痰给去掉。<是>然后呢，去水的方子啊，嗯、去水要去看去心脏的水，去隔间的水，或者去什么地方的水。 的一个处方来把这个水给去掉就行。例如在心脏的水，我们用像是茯苓、甘草、桂枝、生姜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去得掉。等等，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不同的饮，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不同的痰。嗯、但是痰基本上就是那一个处方，那么这个呃饮呢也是基本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处方。 嗯，像是胃酸过多的那种、那种饮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胃酸过多的那一种处方来治疗就行了。是，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啊，中医真的是辨证论治，什么病都很好治，都很好治，对。嗯。 胡医师，我最近啊有看到一个议案呢，哎、是说有一个病人呢，他的三个孩子和他的先生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了。嗯、那这个病人呢，他每一次一到这个飞机失事的时间呢，就。 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大哭啊，啊、嗯嗯，然后他这个他去看了像, ia, 像歇斯底里的，对对歇斯底里症一样，嗯、对。然后他去看啊、呃，呃，心理医师呢？嗯、心理医师就觉得怎么治都治不好。嗯、后来没办法，就转到中医这里来治了。嗯、那个中医师呢，就帮他从中医的角度帮他诊断了以后呢，就发现说，其实呢，他发病的那个时间啊，刚好是。 啊，跟那个呃，对，那个气血留住到心经有关，嗯、所以后来呢，那个医生呢、啊、就给他啊针灸了一下，<是>然后再开了一点温胆的那个汤处方，处方哎、嗯、是对，他不久以后就好了。我理解了，嗯，你讲的这个这个点哈、啊、是心理医师或者是这个病人他自己本身的想法都没有错，嗯，都认为是心理上的，因为在那一个时间点。 那么这个飞机失事在那个时间，所以他他的每天到了那一个时间，他就有这种病情。是，心理是没错，嗯、这个病人也没错，嗯。但是呢，在中医学上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了。哦、不完全只是以心理层层次的东西来看这个事儿。嗯，呃，像你讲的这个，他到了那一个时间，可能是心经，我就猜一定是在中午那个时间。嗯 午时，哎，对，嗯，中午的时间，这个午时呢是，血气流行到那个地方，嗯，这种东西呢称之为子午流注。哦，胡医师，嗯，我最近刚好在大集元网站，嗯，上面有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子午流注。流注对，那这个时辰跟我们人体有关系？对，是是绝对的有关。例如哈，寅时、嗯，我们气血就走到肺。 卯时就走到大肠，嗯啊，辰时就走到胃，一直这样走，走到了午时的时候呢，是走到心，嗯，然后呢，午时再下去，未时呢就到小肠，等等等等，这样子一直走下去，嗯、一天十二个时辰走完十二个经络，哦，这叫做子午流注，或者叫做气血流注、啊，嗯啊，我们利用这个方法可以诊病，可以治病。 诊疗都用这个方法，嗯，例如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人，他虽然说他的先生他的小孩的飞机失事是在五十，所以呢凑巧了是这个事情，是啊，但实际上呢，假如说不谈那个飞机失事，他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也许很常常的会发生在一样的在五十那个时候生病，嗯。 所以这个医生呢，他在五十，呃，他因为这个五十，所以他就给他治疗的时候，他从心方面来治。例如，他一定给他几个穴道，这几个穴道与心有关系的。是哪几个穴道？例如，檀中啦。哦。例如，这个内关啦，嗯，神门啦，等等，这一些穴道与心有关的。 是，嗯，一定会在这个方面来治疗。另外呢，开药的话也与心有关，嗯、例如天王补心丹啦、啊、温胆汤啦、啊，或者是这个泻心火的，像是导赤散啦、啊、之类的这一类的药方子。嗯，与心有关的就能够治这个病。嗯 是，嗯，所以我倒觉得很好奇啊，嗯、心理医师没有治好，到中医这里来反倒治好了、哎。对，心理医师因为他是西方医学的产物，西方医学的产物呢，他就只能够看到那个病的实质上的问题，嗯，但他看不到这个病的在另外的一种比较，我们怎么解释呢？解释成另外空间的病好了。 哦，oh. 另外空间就是说，另外空间像木火土金水这个五行，就是另外空间的事儿。嗯，还有呢，这我们中医学上所讲的肝心脾肺肾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要看它实质在我们身体里头有这么一个器官，实际上它也是在走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头，它有互相之间有一种深刻。 的一种一种概念，一种关关系在，嗯，所以古时候的心理医师啊，嗯、在治这些病的时候，他常常会使用这种深刻的这个理念来治这个病，嗯啊，例如他心有病，心有病也许是心火太旺，那结果呢，他可以使用肾水的这个一种一种机理，然后呢，用肾水可以克心火的方式来治疗那个病。 结果呢，这个病也许是心火太旺，也许就喜啊，就会发生喜乐的一种状况。那么就用一种惊恐的方式呢，来把他那个喜乐一下子拿下去。例如在呃过去像华佗治过的一个病情，就是这个人他因为太欢喜了，然后呢，这个华佗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就跟他直接就告诉他说：“你。” 很快就会死，你赶紧在一一个礼拜之内，就在七天之内呢，骑着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赶紧回家。哦，为什么呀？然后呢，又写了一封信，放在他口袋里面，就说你要回到家了才能看这封信。嗯，结果呢，那个人赶紧骑马就回到家了，回到家了也拿起这个信一看，哈哈笑了。 怎么样呢？他在感的当中是惊恐的，惊恐是肾的问题哦，oh. 用惊恐的这一种方式来治疗那个心理的那种过度的欢喜的一个一个病情，这个、mm. 病情就好了哦。Oh. 同样，你刚才讲这一个病情呢，它也是一样。它虽然不是用这种心理治疗，嗯、但是它用针灸什么东西，它是从心这一条路上来治疗，就是从心经上面治疗。哎，对，是的，从子午流注的这个心的这个时间来治疗等等，哦、那么病情也可以很快的获得改善。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就是从呃，就是心理疗法在古时候就是有的了，在医学上。嗯 内经时代就已经记载了，嗯，用的比较多的，像是金元四大家里头的张子和，他的病例里头治疗这一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很丰富的呀。今后有机会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哦。嗯 如果家中有小婴儿突然发高烧生病了，可是当时的情况又不方便马上送医院，那么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个症状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医师。嗯、林医师，哎，通常啊，我觉得小孩子发烧啊都在半夜，嗯、那那个时候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就医啊。对，那中医有没有方法可以缓解呢？ 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哈，是，我就讲说中医可以救急吗？是，一般人家都认为中医只是治慢性病，他认为中医不能治急性的。是，然后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在网络上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哈，他就写这个是一个西医大夫写的，他说他有一次坐坐火车、就是大陆的的一个一个医生哈，嗯，他说有一次坐火车。 他就听到火车有广播说，现在有小儿哦急性发作，他发高烧，急需要医生哦。车上有有没有医生？他就广播能够帮忙的，他、嗯啊、他就想说我是医生，我应该可以帮上忙。哦，他就到那个那个站长那个就是那个站长室那边哈、哦，他就看到一个太太抱着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已经都都烧得脸红，然后有点抽搐的感觉哈。哦，那说明高烧发的太高了。对对，对嗯、他就说，他就问那个站长说：“哎，有没有救急救急箱啊？嗯，哦，有没有什么准备那些啊救急箱、啊？”他说：“就是没有才要找医生啊。”他想，我现在这下惨了、啊，<laughs> 我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时候有酒精还可以擦擦，啊。」是怎么西医的处理方法？一定要有救急箱。 那说：“那那这下子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他正在皱眉头的时候，嗯、突然就从门口就走进一个土土的老头子，看起来很土、啊。嗯，那老头子一进来，看到小孩子抽抽泣的那个样子，他说：“孩子的妈，去拿一碗冷水来吧。”嗯，叫那个他就叫那个孩子的妈说：“去拿一碗冷水来吧。”然后呢，他就用手指沾着冷水，就个推，就从手臂中间这样往推，推了抽的。 一阵子，这些小孩就哎、欸、也不抽搐了，哎、欸，慢慢慢这小孩就就就很安静了、啊。这这这这这医生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吧？<对>他这个西医就看是看什么玩意儿，嗯，什么什么这什么东西吧？他那个老头呢给他弄一弄，就是看到孩子比较安定，他说孩子的妈好了，现在比较稳定下来。等到下车了，到车到站了，你再去找个医生看看吧。是。后来这个这个西医后来他自己有学了中医以后，他说。 哎，原来这个叫做推天河水，哦，就是叫推天河水，就是按这个按压。其实这个所谓天河水，就是手。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心包，哦，手结因心包经是。哎、欸，上次我们有介绍一个内关穴，有没有？是。啊，他这个小儿哈，他们不能扎，嗯、因为小儿扎针容易受惊嘛。嗯。啊，所以推用推，但是推有一点要注意，你不要太大力。他那个人还沾点水。 你不要太大力，嗯、你就这样轻轻推，因为要推三百下到五百下，哦、看情形，所以你要推轻一点。你推的太大力的话，脱脱、嗯、皮了。对，嘿，所以要轻，然后沾点水，这个是小孩就很。那这个为什么有效？因为中医认为哈，小儿没有七情。 嗯，没有七情是什么意思、哎？没有七情内伤啊，情绪问题啊，小孩就是简单、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没有这些东西。小孩的病不是在肝经，就是在脾经。嗯，肝经是因为风引起的是，哎啊，脾胃不舒服，常常有吐奶啊，哦，胀腹胀气啊。嗯、他认为小孩病不是在肝经，就是在脾经。是啊，为什么推这个天河水有效啦？因为天河水叫做手结阴心包经。 啊，肝呢是足厥阴肝经，嗯，所以它两个是通的，手足都是厥阴经，嗯。啊，结果我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吼，我前然在上个月我在网络有看到一个读者把我那篇文章这一小段，就是那个说那个土土老头子那个啊，是。然后我啊小孩子以后发烧，我就推这个，很有效，嗯。但是他就在那跟。 那个读者，他的读者，他可能是他的网站吧。他说：“哎呀，太有效，你们就用吧。”啊，人家说图在哪里？他说：“我没图啊，我不知道。”就天天喝水，他就他说很有效，他就推个三百下吧。嗯，也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处理的，我才知道说很多人还是有看这个报纸，然后还是会去用。 嗯，是林医师。那在推的过程中呢，用那个水主要是作为一个润滑的一个介质，是不是？也是的，它也是因为发烧嘛。啊，可也可以有降温的作用，嗯、可能、嗯。啊，所以我不要推太大力哦，嗯、因为我听说我我我一个他那个也是中医的，他说我我推这个婴儿、啊、那么嫩，推了没几下就就脱皮了，破皮了。皮了 <laughs> 他说，我说啊，那你就照用点润滑的啊，或者是在用点水，它有一点缓冲作用。 嗯，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帮到家长的话，你看半夜三更他就不用跑急诊了。对呀、啊，说不定第二天会好了也不一定哦。对呀、啊，他他因为他说在中医的讲法，小孩子的病很单纯，不在肝经、脾筋风嘛，肝经、嗯、受经，不然就是在脾经。嗯，所以他就是认为说天仙和水对发烧、痰迷呀、啊、或者什么都有效。 刮高烧。那反正有效没效,没,效没关系，你最少缓解了，你第二天要处理你也比较方便嘛。对，比较有时间哈、哦。嗯，对。嗯，您刚才说了，小孩子通常是因为没没有七情，所以他的病因比较简单。简单那这个事情倒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说，那如果我们大人的七情如果少一点，是不是小孩我我们的病也会比较少一些呢？对啊，这是这应应该是这样子嘛。我们一般人会生病，嗯、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嘛。嗯，哎。 所以，呃，我们要七情少一些，所以呢，我们的病，呃，我们我们的健康就会好一些，是不是？哎、欸，我们常常不是说恬淡虚无，嗯，真气从之，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是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高招有道理。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最主要的关键。嗯，对。嗯、所以，任何的中医，它其实是一个预防医学，是以不生病为原则。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